我哋大家咧，飲杯，飲杯茶先嚇。好，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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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好啦，我哋飲杯茶咧，你要講乜嘢咧？你去咗加拿大30多年。30年。咁30年咧，咁即係話我哋50年代一直至到70年代，甚至80年代早期都喺香港啦。我哋往時有個道安將國旗總會係啦，而家都存在嘅。呢個就係梁國照會長，我就杜森咧就主席，奇怪喎。何啟全就秘書長，跟住梁鳳儀咧就師傅，哇！喺50年代一直到60年到70年代，呢80年代就去外國加拿大啦。咁呢一個咁嘅今日啊，能夠呢個咁嘅茶桌，唔止講緣分，係一個親情。但你多。每一個次翻嚟香港都好，你多次都嚟探我嘅，係嘛？呢個你而家邊個啊？就江輝先生啊，特別同大家講下嘅，無線電視新聞部啊，江金麗啊，係佢嘅侄女，江金麗咧係叫江輝舅叔。我知邊個係佢爸爸咧？江少寶，其實江少寶同埋江輝都係跟住杜漢章嘅，係嘛？咁所以大家能夠今日喺呢處咁樣暢所欲言，呢個唔係簡單嘅，真係天地人係配合曬，係嘛？梁鳳儀，你都為我哋大家祝福下啦，因為最年輕你，仲有一樣嘢提喎，呢個你。好，全世界人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好。